《国小国语手册》第四课《笑嘻嘻四，笑嘻嘻，背着书包，手拉手，背着书包，笑嘻嘻，一，二，一。好欢喜！拼音练习：d、o、都，一声都，兜圈子的兜；d、偶、斗，三声抖，发抖的抖；d、弯、端，一声端，端盘子的端；d、腕。断，四声断，断掉的断，折断的断。喝，哦，吼，一声吼。在我们常用的词汇里面，发吼这个音大概只有一个字，左边是鼻子的鼻，右边加一个句号的句。吼的意思是吃东西太咸或是太甜。让喉咙不舒服，譬如说，这个菜真是咸得齁人。另外，齁还有非常的意思，譬如说，齁咸、齁甜。喝，呕、吼，三声吼，吼叫的吼。喝，弯、欢，一声欢，喜欢的。欢，喝，腕，换，四声换，交换的换。知，欧，周，一声周，周末的周。知，偶，肘，三声肘，扫帚的帚。知，弯，砖。一声专，专心的专。之万转，四声转，转圈圈的转。吃欧抽，一声抽，抽奖的抽。吃偶丑，三声丑。美丑的丑，小丑的丑。吃，弯，穿，一声穿，穿衣服的穿。吃，腕，串，四声串，一串葡萄的串。吃，哦，收，一声收。收东西的收，收拾书包的收，失偶手，三声手，双手的手，失弯栓，一声栓，门栓的栓，失万涮，四声涮。发涮的音，国字也是只有一个字，一个水字边，再一个刷东西的刷，它有两个意思，其中一个意思是清洗的意思。譬如说，你快把杯子涮一涮，收拾干净。第二个意思是将生食放到滚水中迅速烫过，再沾佐料食用的烹饪方法。譬如说，涮羊肉。涮蔬菜，看图说一说，犀，犀牛，犀，犀牛，狮，狮子，狮，狮子。
A 乌龟 A 乌龟 O 海鸥 O 海鸥 耳朵 耳朵腰，瓢虫。腰，瓢虫。弯，浣熊。弯，浣熊。小鱼儿。小鱼儿。小鱼儿，小鱼儿，请小朋友注意，老师示范的小鱼儿是化韵的读法，要把鱼跟两个字结合起来一起读，而不念成小鱼儿。儿子，儿子。耳环，耳环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今天就练习到这里，希望你越来越进步。